的话，拢是卖款，请时间帮忙。我最爱的一个人，永远同款。你那是个歹势，高步生伊嘛免活啊！我给你老步生哥哥一命。这哪讲是高步生留落？敢讲高步生是阮死？啊，步生是我的高囝，哪有可能给你借？既然你不介意步生，你做我的军师？哈？迄阵来给我四界放倒，因此帮助高步生的生意来了，我就有机会当出手啊！稳当来啊！是密码锁，啊！恁两个感情啥物时阵变遮好啊？我爱甲你讲，这是我甲仙草的秘密。啊！哈哈。哎呀，天啊！哦哦。哇！伊个面那变甲安尼，足恐怖个，我就惊。你别怕啦，我在。快点，用这个把你的嘴巴皮按起来，若不会感到。孩啊，是阮爸。哈哈哈哈哈！恁所有人拢爱死，我一个就要放恁煞。哈哈哈哈！对对对，嘿。水，给你一杯水，来来来，给你一杯水。老母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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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恁两个总算回来啊！你看这病人，不是吐就是流，他即马连大夫哦嘛去传染着，无法度看病，啊，唔只会走来这求强太公保庇。仙草，你唔是歹意思，啊，你敢有法度治疗？大个倒去天庭啊，是要安怎啦？万一发生什么代志，就照内面的指示去做。你请等我一下。我是解药，这个意思是……我知呀。这药啊，给你吃。你讲有较好？好。好。来，这药啊哦，摕去给传明吃，安尼较紧啦。好啦。你是在创啥？来，咱再去对着温度啦。你才这么习惯，走，带多少回来？多少？话别人这么多，我会留下来告啥讲？你，尤可，你也是听恁道长的话，先改回去啦，吼。阿冠，小姐，你都莫客气啊，咱赶紧回去啦。我袂啦。哎呦。不要紧啦，你就先等啦。
来，恁钱拿几两？家乐，丢杯丢杯啊！金家。这药丸，那有一股妖气。你真正是花多在世啦！阮家哦，啊，阁几口仔的人，即卖外口的人哦，啊，阁真侪人无都受着伊滴。拜托，药丸好啊，我提转去，将伊滴好无？拜托呀，拜托，拜托。周大哥，啊，这是的啦，阮药丸哦，即卖真正无够，也毋过阮等你想办法啦。啊，你先卖着急。哦哦哦。沈超。今麦是要安怎？是要安怎啦？就算把我的血流干，嘛无法度救遐济人啊！有啊，恁先把村民顾好，我去找药草。我跟你来啊。免啦，你嘛唔知影药草是做啥款啊？而且才遐济人，你着留落来照顾，我会赶紧回来。到三哥，来到三哥。啊，干阿姐哦，安尼无够救人啊，是要安怎？哎，草坪哦，给出来到三哥救人。想不到伊是曹兵邀请，那安尼，伊美丽武松的身边，刚刚是为着要阻止魏晋出事。杜明，杜明，你更加，更加，哎，对对，这这这，哎哎，啊，对对对，哎呀，好佳哉哦，魏延终身解决啦。啊，陈超，这届哦，真正是你的功劳啦。加在你去找到遐尼侪茶壶，啊，做成药丸哦，给村民吃，真正是我的好小妹，无我闹亏啦。算你够讲话，拢辛苦啦。啊，对啦，我想无的是哦，是安怎才一天的时间，咱全庄啊来拢去传染着？啊，这是安怎传染的啊？大诶，若是搁出代志，我真正会惊死啊！拜托你紧回来好无？这真正是来讲的好所在，有遮多得着阮已死的尸体，身上拢煞气，让我吸收，增加我的功力，我会当永渡归还，断魂天寿。出来！这么简单的任务，你嘛办袂好势，你有干无路用？主人娘娘。我唔知柯无疆身躯边个查某囡仔遐尼厉害，那是当然，因为伊唔是凡人，是查某精。莫怪，原本我阁想无，伊哪有能力解我的温度？即个我就原谅你，以后你对伊要较注意，知影无？是，主人。即个得着瘟疫死的村民真侪。我想柯无疆应该开始怀疑啊，咱的速度要较紧的，我较过去对伊身边人下手。你也唔紧去，我直接要创啥？放下，村民，替你妹妹遐尼久，你真正看我无？我一定要比你早一步唤醒文心，甲伊合作。总有一天，我会甲你户外痛苦。一拜幸福你，想袂到回来东都庄无外久，
发生这么大的代志，我是不是应该赶紧带部长离开这？就按你决定。是安怎？系啊，客爸袂上哦，足乱的，可能嘛着温度啊。阿爸，武松哥哥，你紧去摕药汤来。在甲药丸明明对传面对真有效啊，那这边客票中的毒真深，敢那靠查哦，是无法度通解的。那你是要安怎？我会先想办法，把客伯的心脉稳掉的。你去找所有会当解毒的药材，一定要把客伯医好。好，我即马出来。阿金，回来哦！拜托了，头家，拜托了，头家，拜托了，真正足着急。不管我第几样，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啦！拜托你，拜托你啦！这真正不是钱的问题啦，昨阵啊来瘟疫大流行，我已经把所有药拢摕出去啊，真正无药通给你啦，啊，走啦！不是啊，头家，头家，我拜托你啦，头家！真正是要安怎？甲我阿爸真正无救啊！武松，一丢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阮阿爸哦，伊嘛中瘟毒啊！要唔过唔知安怎，仙草无法度解药好。明明昨仙草跩药草给传明，你因拢好起来，我唔知影是安怎阿爸，完全拢治袂好呢。我有办法，你跟我来。这是我临床百年灵芝，听讲会当解百毒，你摕去给你阿爸试看卖。吃死了，多谢医生。那安尼，我先来。我酒菜拢已经准备好，你嘛陪我饮一杯酒才走。来，伊着失礼啦。阮阿爸即嘛真着急，搁咧等我。林工啦，林工哦，我绝对来好好陪你饮一杯啦。无喏，饮一杯酒尔，也未用偌济时间啊。而且你毋是讲你感激我，上无买互伊着看到你的心意。来，干杯。伊丈，多谢你啊！这次哦，真感激你。那安尼，我先告辞啊。武松来你家？哎呀，我一定要想办法阻止。阿官，你替我想看卖，阁有啥物问题会当请教军师？军师是啥啊？仙草啊！伊即马是我的爱情军师，要让武松介意着我。玉可，玉可，玉可，
你哪只无礼貌啊？无哭门就入来。是的啦，有哭，你都找你找你，你即马来你客厅，你赶紧去。我等就去。没用的啦，你即马就去啦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无想找你。假是呢？好，我即马就去。希望还够火。为着要带走你的煞气，我已经等你三年了，总算我等到啊！吴兄，杜三，吴兄是安怎？少年人就两歹，连一杯就醉啊，有够无路用啊！杜三，你嘛啉醉啊？客房伫迄边，来啦，你先去休困，有伤我来照顾就好。阿坤，快到上个。看哦，为什么有口会向走啦？袂用的，我一定要想另外一个办法，袂当白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。你对我无感觉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若是假的，为什么当初要对我这么好？有口，你莫怪杜三，杜三安尼走，是你逼我。可不行。精神，居然敢侮辱游客的清白！无，姨娘，我跟游客什么代志拢无做，我会记你昨暝，咱两人饮烧酒了，我就倒啊，游客，我，你哪会知咱对待我？若是你真正什么拢无做，咱两个孤男寡女。敢会困困眠？可不想，我敢是看不着人啊！你哪会这么无担当？游客，其实这件代志嘛，袂当怪无想，杜三嘛唔对，杜三无应该昨暝找伊饮酒，让伊失去理智，对你乌白来。杜三在想啊，凡事这是天公伯安排，因为。伊知影你介意无常，唔才好恁两个出这个意外。大嫂，可是我嘛介意无常，这是我的清白，叫我以后不要再做人。真简单，只要无常愿意进嘴来咱家，代志就解决啦。进嘴，我安怎？敢讲你唔去？我好啊，卖讲啊。这灵芝摕回去，替你阿爸解毒，然后就随家有口申请，知影无？有
讲是你这只鬼，你到底有啥物目的？我是为你来的。阮家小姐伊要自杀啦！我绝对无可能娶一个凶手的查某囝。哎呀，今仔是天教时日，时间算了拄拄好，真正是天意造物呀！我想跟你死啊！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玉品院苦瓜洋葱生态温馨再现》。听说姜太公的卡铃也是耶稣兄神秀素不相，素将元素天尊被封为百兽之王，会当背天正地通行三界外。元始天尊啊，当年姜太公离开昆仑山的时候，他赠送他三大法宝，这三大法宝有净黄旗、打神鞭以及神兽四不像。封神大战的时候，神兽四不像多次的救了这个姜太公的性命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姜太公有出挂指示，特别让我们信众可以恭请神兽四不像回家来供奉。这尊神兽呢，是依据《封神榜》中姜太公的坐骑画像刻制出来的，可以恭请回去镇宅保平安、化煞。人咧讲也着神，也着人。虽然姜太公心怀慈悲，但是人生不如意，也是要靠家己认真打拼，才会当解决困难。你眼中的大雨，起雨哒哒；我心中的千金石，才会放下。冷冷的风雨寒，路灯下双人影，叫一声我的宝贝心肝。你送我的心物，叫做真心不换。你曾经有讲过，只爱我。滚滚的相思啊，在心中一直干。心相偎，就来做伴。